有学员问，擒拿学了很多，为什么打起来就不会了？如何在打的过程中应用擒拿？因为很多时候他连抓带打，像这种情况，你想去擒拿他呢，那你首先要防止对手这个时候打你。哎，你得防着这个打，我的这个空斜的这个手呢，就要先把这个地方要挡住或者防备好。更高一个级别的这个应用呢，应该是不会让他形成这个打你的这种情况。你一抓上来，将要打你发动的这个一瞬间，你就应该很快速的拿下了，而不是要等着他出这个手的时候你再去挡了。这是其一，就是首先要很迅猛的做出来一个反应。其二呢，就是如果是他同时打，你一定要去挡住他。好拿不如烂打嘛，一拳就可能把你打 KO 了。我就要灵活随机应变了，这个手控制牢了，这个手挡住，同时这个手要使劲，胳膊也要使劲，看，也是一样的，你看形成了反过劲。